一大批的马帮的做生意的，那时候跑到这边来做生意，这然后就有来往了。那时候人口是不到100人嘛，这里，那怎么会形成个民族啊？所以民族虽然是没成立，但是对国家的非常重视。 这个牛头的实际是邓人文化里面的最长的一个传承下来的。你杀10头牛，我杀20头牛，这么竞争的杀牛的，这么有规模性的。我家里比如说今天10到头20头杀了以后，还是明天一块肉都没有，当场分完，打包嘛，再全部带走。杀牛把肉卖出去，也不允许挂的，整个老百姓邓人都是反对的。 你这个肉卖出去，全你自己包里面揣着，凭什么挂头啊？你没吃上肉的，坚决不能挂，就有人反对的。那是有的人呢，家庭再穷也是欠账的杀牛。今天借10头20头牛，借人家的牛把借过来，借过来杀，或者是有一头牛把它杀了，让他们请一顿吃，大家吃吧，竞争嘛。有了这个杀的，最多就是整个传遍这个他的名声就掰着。 整个的沟沟里面嘛，不是他的地位身份要最高的台阶上去了，一直不服气嘛，每个人都竞争啊，习俗的嘛竞争啊，但是两边杀牛的人呢，就是损失也比较大嘛，因为每经常也杀那么多牛，这个家产也肯定破裂了嘛。过去这个不但家里没有牛，还得到处借牛的杀。 那是2、3年干活的，欠这个还债的，那是这样的，当然的历史上永远都付不起来。以前谁来过年嘛？听都没听说，当然过年的问题，家庭整个当然的穷，不是哪一两户几斤，不是哪一个村的穷啊，整个当然的穷的。那是国家限制，不是不限制的。国家，哎呀，你们不要杀那么多牛啊！你耕牛都杀光了，杀光了，你们。 要富不起来，这么还在不行。这个自己奔民族的习惯的改不掉，那这98年这么做呢？我杀了一早上杀了20六头牛，那就从哪天开始谁的竞争不过了，那就彻底的没人杀牛了，那就开始家庭搞转变观念嘛，家里搞活，这个买家具啊，买电视啊，买电冰箱啊，买什么，这个样样都是卖这个，那家庭搞活了，所以那个邓人就富起来了。 我们转变了观念问题，现在这个邓人这个已经站起来了。